你把事情来龙去脉交代一下，从案发开始到开枪这过程是什么？哦，我大概就是检察官在问犯人呢。我今麦是客人呢，我是客人呢。哦，弟弟啊，恁这个赵律师吼，今天就无礼貌，我今麦真忝呢。啊，你看我创啥啦？看咖啡啦，今麦无咖啡啊呢？你跑一个啦，紧的啦。 哎哎哎，弟弟，你坐落。哦，sit down please。哎，我听讲，迄个有律师执照的人，就搞跑的，跑一个啦，来啦，跑一个，我恁看麦啦，嗯。我咖啡嘛。 Yes， 感恩呢。哎哎，弟弟，你讲看我安尼有想？你看安尼有想？诶，你请假迄个代志，迄个来龙去脉啊，到迄个你什么时阵开始变，拢甲我讲。嘿，你讲看卖我知。诶，弟弟，你等一下，继续讲。安尼知无？ 赵丽玲，你少年已经在我家了，所以免得搞代志。哦哦哦，阿比来哦，来，我咖啡。哦。 今天就搞跑的哦，有香呢，那无介绍啊？电话。哦，其他卡来啦。喂，龙哥，嘿，我伫遮嘿。无啦，我甲赵律师好兄弟啊，兄。 无啦，无代志啊，好啦，OK，OK， 好，拜拜。赵律师，麻烦你。来了，咖啡。我醒了啦。